飞撒花，来干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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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护甲吧。没有你。我看谁疼。你在干什么？嗯？那怎么今天穿的这么保守？保守点好，不能搞擦边。我不是擦边主播。直接将其打残，让他生活不能自理，他得回去了。他怎么回家补了个多兰盾啊？这人好像被我们打怕了，老卡特被干怕了。他看到我升六取消回城了，不敢在脸上回，已经压35刀了，已经。大根，哎呀，没有能量的直接，气死我了。就我本身就太很会打卡特，然后这钻二的卡特，对于我来讲又有点技术压制。快躲在塔下面绕！啊，应该先给男枪扛塔，再用一撞的。他这个一撞的有点急了，但这卡特对不了线，这波可以考虑看能不能把他越了。如果这波能把他越了，他玩不了了，他本来现在也玩不了了。他现在线上不好待的，如果能游走捡到人头，那就是他的福分福气。哎，我这一套打男枪身上了，啊，我屌，挖的卡特，结果男枪残血了，这卡特就补了20支兵啊，说实话补多了，比我预想的要多一些。没事，星矢帮我们扛。现在多了多少刀？大多。看一下，是。这波他没有办法，他尽力了，真的。只要我 Q 能中，他就得死。这卡特估计也明白了，这个劫外地人。低分段包赢不包 C， 高分段包 C 不包赢，随便来。OK， 你们看，我都说这卡特出门不会往中路走呢，老卡特都会这样的。我碰彩旗也是，什么猪猪周这种，对线一要被我爆，然后就会溜去下路捡人头去。这就是卡特，啊，这没死吧？感觉我连招没连好，少了一些伤害。这能把一个钻二千场老卡特这样打？除了空神国服还有谁啊？没人啦，要压100刀了。你是真敢赚了你！他们现在想换我的命，我一套技能居然把卡特差点秒了，我正好100刀，
他26525算100刀了。我就知道，队友还不知道这个中路是何方神圣，他们从来没有在这个段位，他们进过无数个小袋，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离谱的。这人是谁呀？啊？这姐是谁啊？这么猛啊？不会是那个男人吧？打完他就来斗鱼搜索轰炸的碟了，信不？怎么卡特还没挂机啊？挂机得了，他出来干什么？我直接一波吧，就一直猜呀、啊。你们看，我一个人推高地，他们全队都要回来防守，这样子他们边路就守不了了。这就是压力。有人说露露是他对象，不会挂机的。你这么说，我也感觉。fuck， 怎么硬杀？卡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才感觉好像也是。卡特叫想见你宝，辅助叫露露叫宝贝，下次见还有花吗？我一个人不好杀，空 Q EA 一个没蓝的，你能掀起什么波浪呢？ A 平 A 流，无限压力。哎呀，算你跑得快，高地差一下，小心点，他们状态都不太行的，没什么技能，我就不过去了。好，呜呼，技能没全中，卡特好烦啊，我有点生气啊，就仗着自己不值钱无脑冲我，我有点生气，我要买个表，蓝给我留一下，蓝给我留一下，我要开杀了，不要掉我 KDA 啊，你什么 KDA 啊，我9-3还不行，啊9.9 KDA， 我闭着眼睛打。而且你这号一开始还没有结，真也没有皮肤，这也来打哦。没有皮肤，我战斗力会虚弱。怎么还有这种要求？能赢就行了呗，还要求这种。乱冲！这露露想逼这个那个谁，那个豹女。走。小露露死在泉水里面吧。三花聚顶。哇，直接被那个逼死了。这不是我 MVP 啊，哈哈，这豹女8-2也配 MVP， 伤害也是我高，推塔也是我多，钱也是我多，什么都是我多，这豹女 MVP， 我服了。我把这卡特死都打出来了，压了100多刀啊！拼尽全力去攻，